在秀林乡的木里木鱼昨天新城隧道口发生落石坍方，当时在里面150名游客与村民受困，其中包含了孕妇及老人家。警消人员出动了小型车辆，慢慢的绕道将游客从另外一头接驳下山，沿着道路狭窄，在入夜之后增加了救援的困难度，耗了7-8个小时的运送，到了深夜，好不容易将所有人都安全的救下山。